西南方被魔杖笼罩，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赵哥。最近宫殿里有妖这件事儿传得沸沸扬扬，我替你物色好了村庄，你暂且先去那儿吧。山下村庄妖气笼罩，一定有妖危害人间，你们还需速速下山，拯救民难。妖孽！ 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，那我现在就送你去死！这人自己找上门来了，那我现在就送你去死！传废种幽魂，命他们在灵潭关外拦截姬昌。不能让姬昌活着回西溪。